哟，这不是上一次全面入侵，啊，后面乱选的，植物嘛，啊不，乱选的僵尸嘛，然后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现在这个读存档按钮这个功能做的贼好，你看现在 load 一下，哎，又能回来了是吧？只要你之前按过 S 这个 save 存了这边的这个档，再 load 又能回来啊，而且好像我刚刚测试了一下，这边赶紧进家。进家看一下，即使我们中途失败了，好，失败了，吃了脑子了，然后 no 一下，很好，谢谢配合戴夫，然后我们继续游戏，再次尝试，在这个界面啊，我看看，然后我们随便选点植物，接着战斗，我们依然是可以 load 之前的档的，我乱种，我要回复之前的档 load。你看又回来了，所以说现在这个 beta 6.30，貌似啊，也许是这个版本嘛，或许是之前发现，现在我才发现，貌似它这个读存档按钮做的非常的完善，哇，巨爽！我们点继续就好了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在此表扬一下这个 beta 版，它的这个代码还有一些这些人性化的改变啊，真的太让鲁伊感动了，真不错。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罗伊，欢迎收看咱们新的一期《植物大战僵尸二 Beta 版本的冒险》。上一期视频，哎，2023年啊，第一期 Beta 版如约而至，给大家带来了 6.30 Beta 版迷你游戏第九页的第一期全面入侵二，是吧？然后我要求点赞三连总数过5000，很快啊，这个三个加起来确实过了5000了，一下子就到了。我还以为能拖几天呢，还想让罗伊休息一下呢，没想到到的也太快了，你们也太猛了。那按照约定啊，我们接着来玩 beta 版的，叫静止无值，也是一样，点赞投币收藏过5000，接着为大家更新下一期哦。看看这个静止无值，感觉他看这个名字就像当于你必须种植物，没植物你就输了似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那希望大家多多点赞三连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一关的玩法吧。哇，这一关居然是这个夜晚，而且是禅境花园蘑菇地的场景。提示：开局的植物会在一期后醒来，场上同一植物不能少于一个。但你这个样子不能少于一个，我每个种一个，是这意思吗？等会儿这个植物不会是他系统给我的吧？静止无值。啊，僵尸目前好像也就个跳跳僵尸是个威胁。哎。哎，啊，彩铭啊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种个向日葵，然后呢，我这边的植物他说会醒来，然后不能少于一个。看看啊，这边的卡槽里面就应该就对应了这边的植物是吧？那我就相当于我要保护这边的植物嘛，是这意思不？我这两个一起走是吧？那我来个胆小菇，夜晚的话我们先种植一下向日葵啊，说好了种向日葵的呢，怎么种了一个胆小菇啊？啊，感觉开头还好啊，啊，他说他是彩铭官，哎呀，等会儿这个小，哦，哎，这小喷菇会消失啊，那我小喷菇得连种了，忘了胆小菇，哦哦哦，哦哦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好像这一说，我好像突然想起来了什么。啊，它是能给阳光的。啊，我忘了特性了，抱歉。真忘了，真忘了。哇，这样子的话，我阳光，那早知道开局我可以搞更多阳光啊。那我现在我这一波铁桶我可能打不过了。350就能中三线了。先中这一行。这边的三线，哇塞，冰冻三线太帅了！有了三线，我感觉这关应该就会轻松很多、哦、吧？也许这边怎么就来撑杆了？撑杆了，他撑一下。beta 版的撑杆的话是两下撑。哎呦，这下面啊，那我先用了吧。啊，那就先用了吧。你既然这样的话，那就毫不客气的啊，用了用了，差不多了吧？好，行了。那咱们这边这个小喷菇啊什么的，得想个办法了。这个炮灰要不先来一下，咱们这个火力得猛起来了。小喷菇看来得中啊，这小喷菇待会它自己会消失，对吧？
哎呦，男的僵尸都来了呀！别这个样子，我只能给点炮灰了，我感觉。你这个卧挂做谁去？哎呦，还行啊，你居然不会套路是吧？行，算你牛。哇，我们这个火力，我的天哪，火力得加把劲了，好像都是铁桶硬大头啊。这个小喷菇要嘎掉了，这个小喷菇他自己要没了，有点害怕，有点担心，真的。哇塞，哎，哦，小喷菇在这儿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我小喷菇就要牺牲了，还好没有，还好没有。小喷菇有了就放吧，不能太频繁的给它当炮灰，砸扁了就完蛋了。哇，怎么这么多离谱植物了？哦呦，哎，我挂，再中一个，这，所以到底是三线更好，三线肯定要是要的，我感觉要三线之后得放点双发，不然这个火力可能真不太够。这一关这样子看下来是吧，这三线行吗？我的天哪，我的天哪，哎呦，这卧挂又过来了。那感觉打这一关我们还是需要一些，哎，哦，他变阳光了。我就说吧，打这一关是需要一些好的阵容的。那我这样，这下一次我们就中两个三线吧，之后全中双发了，起码便宜点。铲一下。啊！我不是刚中的小盆骨吗？被炸掉了啊！哎呦，天！我的老天！咱们现在这个就是又要火力够，是吧？又要火力够，而且输出，而且这个植物不能种的太靠右，这么苛刻的条件啊，真的死得掉吗？哎啊，又是小盆菇，我又没看，这个给个坚果墙吧，感觉可以套路那个倭瓜僵尸。你看我这个坚果墙种下来了，哎，这个倭瓜却没有，我看一下啊。我们住在他脚底下，哎，你看这个倭瓜是往前探头的，对吧？这是个突破点，可以让倭瓜做空，是吧？让倭瓜做空，感觉这就是个高端玩法，让倭瓜做空啊！哎，我们再让我这个倭瓜做空看一下，做空，而且还可以当个给后面的植物当炮灰垫一下，哎，让倭瓜做空，哇！如果又发现了一个新玩法，但其实这个玩法我如果早就应该发现了才对。这几波让倭瓜做空的这个套路僵尸多了，我就用不起来了，因为眼花缭乱了，我就有点麻木。哦，我的天哪，这要不给他推车去啊。哦呦，好，咱们把阵型变成这个样子，把这个地方填好，那倭瓜摆这，然后这边铲掉，对吧？这个样子，怎么把它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阵型？移花接木，然后他们就要苏醒了，是吧？好，苏醒，看一下这波怎么打呢？主要还是要靠倭瓜僵尸去啊，倭瓜僵尸。现在这个样子看起来还行，难的就是倭瓜僵尸，还有这个小喷菇消失啊，这种东西，来。用上刚刚学会的套路，倭瓜僵尸的这个套路啊！天哪，这两铁桶走一起真的太难，太难受了，难顶难顶。这个地方撑杆跳的话，能不能死得掉啊？看来火力可以，能死得掉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加油，各位，加油加油！有没有倭瓜僵尸？没有倭瓜僵尸。哇，你们炸的挺快啊！火力一定要起来，他现在只剩下一列向日葵了。有个倭瓜，来，我们在这套路，
很好，没想到他也能套路，感动了。完了，这不，哎呦，小喷菇没了，我的天！哇，这撑杆这个地方不太对了呀，这，哇靠，这不行啊，我不能放啊，但是，啊，希望刚刚存档能存到好位置。哎，拦住拦住拦住，打得过吗？哦，还好还好，这里把它铲了。我的天哪，现在四路这个伤害又少了。四路伤害又少了。这该如何是好？能推就推吧。能推就推吧，我现在也只能这样了。我现在只能这样了。哎，存个档，存个档。我的天哪，这算什么啊？这算什么啊？还不一定能过呢。哎呀，中路他为什么不出怪呀？哎呦，对对对对对，一代的特性我都忘了。完了完了，这独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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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，一中路不出怪，我中什么难，中什么倭瓜呀？哎呦，我还想着自我聪明了一波，聪明个屁，浪费阳光。别的呢？哎呦，怎么老是多种倭瓜呀？好了，这下子过了。哎呀，推车了，我都忘了这边 不会出怪的。啊！太离谱了，这个这一关太，主要是这一关太考验玩这关的人的基础知识储备了。PVZ 的，哎呀，我太久没玩了，啥东西都忘了，退车了不出怪我都忘了，浪费阳光。我觉得这关打得太失败了，这关对于玩家来说太需要你的细心程度了，你越细越好，真的。所以说我就不太细，打得太烂了，得反思啊，卢伟得反思是吧？那好吧，咱们今天这期视频禁止无职的小游戏。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。那我们点赞、投币、收藏过5000，接着为大家更新后一期的贝塔版小游戏，好不好？希望大家多多点赞3连，支持一下陆卫。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，大家拜拜喽。